你好，我是麦克，我买了一个相机包，是来自白金汉的 Hardly Pro，价格是1680元，平时是1860元，这两天京东在搞那个沸腾五一的活动，它是满100减10，所以最后我一共省掉了180块钱。我选的是这一个颜色的 Hardly Pro，我相对来说在那么多款式里面，我比较喜欢这一款。然后这也是，以前 Digital Ref 那个 Lock 背的那个款式。如果是全黑的话，那个是 CAD 的相机包。哦，上面还有一个小型的密封袋。拿出今天的主角，哇、哦，这就是今天的主角，Made in England。后面还有一个隔带，里面可以放一些 A4 的纸，有一个提手，我非常希望有个提，这样我平时当公文包也可以使用。然后看袋子里还有什么，有一个白金汉的携带包吧，我可以通过上面的搭扣来打开它。新的话会有一些硬，因为是新的牛皮。好，打开看里面有什么东西，里面。有一本摄影之友的杂志，有一张 Billingham 的证书，保修卡，这是一些产品的介绍，里面还有一些多余的内胆，你可以用来当隔层。这是一些附件 accessories，你可以买一些三脚架的固定带，你可以买一些其他的内胆，它前面的。包也可以是可以打开的，它里面有什么东西？里面没有东西。这里有一个搭扣，也可以打开。这样的话，你可以扩大这个包的储存。另外一边也有一个搭扣。好的，我只要把这一个扣子拿走，整个一个内胆包拿出来之后，它就是一个很普通的。日常的背包也挺轻的，比我想象中要轻。做工的话，英国原产，它也不会有什么假货。不过我感觉这帆布包可能黑色会比较容易吸灰。好吧，这就是今天的开箱视频，我们下期再见。